冷又下雨了吗？做钉钉死者住的房子实在太差了，每逢刮风下雨就变成落汤鸡。我皮某人可是有看天气预报的好习惯，据说接下来还要连下十天雨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我得要来修改一下住的环境才行。黄毛丫头，你的房子被征用了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房子，你快给我出去。皮皮，我看你是在做白日梦吧，这道王峰是钉钉认可我住的，你作为钉钉死者才没有权利征用，出去出去，快出去。虽然我只是钉钉死者，但老板不在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What? 上次阎王，这次就烤兔子了吧。不对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了，那就让你试试钉钉老板刚刚赏赐的上方宝剑。哼，可恶的皮皮又欺负我，这房子给你就是了，大黄蜂房一点都不好看。啊，真小，哎呀，早这样就不用挨揍，也别说我欺负你，新房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快跟我来。这农民房以后就是你的家，没事记得多种点吃的，过一阵子我会帮丁丁老板找你要。再见。皮皮你姐姐别生气，刚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，皮皮这么得瑟还不是抱上丁丁的大腿，只要我们让皮皮失宠不就好了。可皮皮又不像你那么会作死，怎么才能让他失宠呀？姐姐你会不会讲话的，我那叫皮皮才不是什么作死，还有皮皮刚刚不是让你给丁丁老板种吃的吗？我这里刚好有腐败之眼，只要被他照射过的食物半小时之后会变成剧毒，到时候皮皮不死也要脱层皮，嘿嘿。皮皮你快出来。来了来了，老板我刚刚搬了家，以后找我就去那边的大黄蜂房。皮皮你每次搬什么家？对了，我的食物吃完了，你快给我弄一批食物来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帮你拿食物。黄毛丫头快出来，我要你准备好的食物准备好了没？你要的食物早已准备好了，给你。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老板你要的食物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你个皮皮，我平时对你不薄，居然给我有毒的食物，来人啊，钉钉守卫给我上。啊，快放我出去，我是冤枉的。以后皮皮再也不能欺负我们喽。